快乐点，这不是很快乐吗？要从中间，左边先来。怎么讲？你这个一定要全力冲刺，你要接球。小碎步，对。错边的。转错了。放下去。哎，你以为在深蹲呢、要动了。放下去是吧？要放下去。对，这里出力，还有这里，还有屁股后面。你打棒球，放哪里？对，看哪里？对，好高，肩膀放松，这都放松，屁股出力，哎。要听一哦，不是。吓到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两个同学，现在这一点，吓到了，好了，这个 logo 都不太多了，看一下而已。